马法达星座运势排行榜，2月8日至2月14日，恋爱桃花运，第一名狮子座，第二名双子座，第三名天秤座。工作事业运，第一名双鱼座，第二名牡羊座，第三名射手座。健康财富运，第一名蝎子座，第二名巨蟹座，第三名狮子座。特别加码情人节最闪主角，第一名狮子座，第二名射手座，第三名天秤座。